忍唔住啦，已經等咗好耐啦 ，The moment 已經喺度啦。Hello Michelle， 想同你傾下偈，好頻撲啊近排。首先我知道何小鳳女士都特別要多謝你，因為近晚你 schedule 係密到不得了。你之前咧係有去完美國啦，啱啱又上過嚟啦，呢一刻嘅心情點啊？好開心啊，翻到嚟，好似好耐好耐冇啊，所以特別其實你同佢哋都有淵源嘅喎，因為之前咧喺 Met Gala 咧都係得到佢哋邀請啦，基本上咧就由澳喺呢個紐約支持到嚟澳門呢一度嘅喎。咁啦，係咪啊？我想問翻 Michelle 咧，即係住酒店咧，即係如果即係又要準備一間房間俾你咧，你一有而家啲為要為你準備啲乜嘢，你會令你最開心最 surprise 嘅咧？Make sure 有香港朋友，有我最中意嘅朋友。咁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有少少 from Malaysia 好味。剛才何超鋒女士都說到，她這裡將會都是一個美食的勝利的嘛，我相信旅遊和香檳我知道他們一早準備了。近晚在工作方面有什麼新的搞作啊 Michelle？ 我現在暫時還在倫敦拍攝Wicked 1，所以我很想知道，因為之前你出席過即大學的畢業禮講到就給大家 advice 大家就說 Know your limits，我就想知道我見到的 Michelle 好像真的沒有 limit 咁樣，即係喺拍戲咧，即係可能時間方面啦，哇，好似精力方面都是無窮無盡啦，角色方面咧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覺得自己 limit 會喺邊方面？有冇嘢係真的 limit 到你其實？千祈唔好受傷，千祈要休息得好耐，千祈要狀態成日都係 at the best。如果唔係咧，你唔可以過一個到你自己想做。我想懂得即係好好運用你的時間，就算你工作幾忙，忙裏懂得偷閒都應該很重要，係咪？休息係重要。如果休息得不好啦，咁會出事啦，跟住咧又會病，跟住大家都會辛苦。好，在這裡要再一次多謝 Michelle 和我們聊聊天，還有可以用回來，就是 Find Your People， 你的好朋友在那邊等你，還有相信都有一個很優美和很舒適的房間可以讓你稍作休息去調劑一下，是吧？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